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，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。2014年到的中国，如果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。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，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。来自印度的德福已在中国生活了16年，从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做起，经过多年努力，如今德福已在中国开设了属于自己的连锁印度餐厅。谈及当初为何会来中国，德福笑称这源于自己的功夫梦。我在印度的时候呢，也是做餐饮，就是在一个吧台里面调酒，也学习了中国的功夫，因为看到那个李小龙的电影很多。后来一直想来中国，是刚好2005年有机会，到中国。然后中国到中国以后呢，刚开始认为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，问很多朋友，哎，会功夫吗？教我功夫。德福在餐厅工作时，时常会结识一些中国朋友。在沟通中，他发现大家对于对方的文化风俗了解不深。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印度的风土人情，德福兴起了开文化交流餐厅的念头。我在印度的时候呢，也不是了解真正的中国，认为是每个中国人会功夫，都是吃那个火锅。到中国以后发现完全不一样的，但是和这边我们的中国朋友也聊了，那感觉是他们也不了解真正的印度，认为每个印度人都会跳舞或者唱歌或者瑜伽老师，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文化差异非常大。工作7年以后呢，就自己想做一个这种那个文化交流餐厅。在中国多个城市做市场调研后，德福最终决定把餐厅开在西安。对德福而言，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，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文化融合也契合自己的经营理念。西安也是一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嘛，还有一个呢，我认识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川藏。我们7年级的时候就有那个我们的当然他不是川藏的那个，他去印度嘛，就是1300年之前，所以他的故事，所以他也从长安去印度，印度洞快来的时候带了657个那个 Epic Sanskrit， 然后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大雁塔翻译成那个中文那个佛教文化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是和印度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是选择西安。德福告诉记者，顾客可以穿上餐厅内的印度民族服饰拍照留念。除此之外，餐厅还会在印度节日邀请顾客一起庆祝，体验印度风俗。这种原汁原味的印度风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尝鲜，加强了文化交流。在印度呢，就是有很多节日，就是假如说拍灯节，印度的节日最大的节日是中国的春节一样的，还有狐狸节、沙皇节，就是办各种烟丝房那个，到那个节日也是经常我们做这个活动都是200-300个人，我一翻朋友圈就是不到2天没有位置了。我们这里今年我们做的这个狐狸节办了最多能做120个人，我们这边2天预定了168个人，然后我跟你说，我说那个真的没有位置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我们站着吃嘛，我们主要想参与这个节日，特别好啊。虽然每日要忙着打理餐厅，但德福仍未忘记来中国的初衷，做一个像李小龙一样的功夫影星。在餐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德福来中国后参演的影视作品。德福认为，电影电视剧是输出文化的重要途径，风靡印度的李小龙、成龙作品，以及中国影迷津津乐道的《摔跤吧，爸爸》等印度电影，都让他与中国朋友在聊天时多了不少共同话题。我现在已经拍了20多个电影和电视剧，然后去年参与了8个多电影，对，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那个李小龙的那种功夫，就这种电影我还是挺喜欢。德福表示，自己的2个孩子都出生在西安，并在此上学生活，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说中文、吃中餐。西安这座古城，既是他和妻子的第二个故乡，也是2个孩子的家乡。我们就是2、3年之前嘛，我老婆安排，让孩子就了解稍微印度文化嘛，让他们安排2年去印度。到印度就是不到15天以后，就想开始哭了，就是不是爸爸我要哭家。我说这是印度，这是你的家，我不想，我要回我们的西安，我哭家。对他们来说，因为他们在这里长大，对他们来说西安他们的家。如今德福的餐饮事业顺利，电影梦也已实现，但他并未停下脚步，而是计划在印度开一个中餐馆，让当地民众能够体验到正宗的中国美食和文化。德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让更多印度朋友了解真正的中国。